因为要卡这个爱头下来的时间一定要长。在看全视野，我这时候他来打我了，就是等他来打我再过去。这边怎么了？怎么叫了？啊，对，我要准备开第三炮。那这场战斗呢？我一直在等打针研发，我以为我有按到，真的很囧，囧到一个最高点。雷神来了，我没有发现。哇，惨了！很快的，坦克就被秒掉。赶快架起来，赶快架起来，快！地面部队回防。非常快的就清掉了，我看甚至引爆了250的引爆，很快就清掉我的空空。这时候他前进多到爆炸了，就1、2、3、4。然后我发现那主力部队全都在这边，所以我已经可以很放心的降下来做突袭。这时候怎么回不回去防守呢？但是非常坚持哦，10雷神，4机枪兵。那这时候我的 M 海呢，发挥了不错的效果。M 海不怎么怕雷神，只要你掠夺者的比例够高的话，那时候士兵疯狂的造兵啊。这时候先换掉他枪，他必定要在这边跟这边选一个。快速的吃掉了这个炮，好痛啊！这个飞弹塔盖得很好，逼迫医疗艇必须换位置，打掉第一只雷神。这边部队哇，这么多，你看看，大量的地面部队增援，4雷神对上9掠夺，2坦克，3围巾，架得有点远。他不是一个很主动的玩家，他不会马上做攻击。你看，这时候如果他有地面部队做支应的话呢，这个就会去非常高的劣势。他这时候就积极的开矿，很厉害。好，再次的交锋，发现我们塔克射不到他的雷神，撤了一下，再次前进。那个怎么变态？这么小只打这么大只，我们打赢呢？来看一下哦，8掠夺，医疗艇在那边实在是很威啊！打输了，全灭啦！送坦克，救命啦！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打不掉！哇，被打爆了！他使用了250厘米炮。看一下我的视野，这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有这么多风炮。我已经甚至以为他没有这个挖了。啊，招兵出来让我揍！他大概不晓得我这边还有围巾。这个风炮被我烧到很严重，但是他缺的是瓦斯。哇，3个矿，4个矿的瓦斯在支援那个雷这个雷神，还有大把大把的雷神不断的生出来。可惜他没有研发，这边又有一个。他是否会升起行星要塞呢？好，那个雷神放了2只在这边。这时候我的钱有点匮乏了，濒临一个瓶颈。甚至还没有钱升级这个总部，非常久，好持续的造兵，我希望赶快把它这样的战术结束掉好了，拖越久死越惨。这时候我发现了他左上角的这个分矿，我还没，这枪兵在干嘛呢？哦，对，我派他去搜寻，应该是 A 这边，在 A 这边，在 A 这边，有一次也是走这条路，但被他打掉了。好。
接下来看会怎么发展呢？现在是指挥中心，薄弱的枪兵一个人独自奋战这么大的指挥中心，他变形了，变形行星要塞。同时呢，我决定发电进攻，他必定是要把兵调过去打这两只这个，打这一只马，那地面部队冲刺，打针终于研发好了，但打针之后，雷神融化的速度会有多快？瞬间，两只就爆了。这次坦克叫的就比较好，它顶多只能用掉一只坦克而已。你看，雷神被我清光光了。我是不断的造兵，士兵比海兵是很快的。三个方向都有雷神，不过这次坦克的位置放得不错，打不太到我的坦克。好，增援部队到了，哇，雷神跟水一样多啊！天哪，真多！这时候不定不断的造兵。支援前线，我们 MM 复仇记，快死的这个雷神搭起来，我应该研发这个六楼九的震撼弹，那跑不了。这时候清掉他这个主要的分矿，哇，行星要塞，大把大把的钞票，行星要塞。大把大把的钞票，又是行星要塞，还有三个行星要塞，数不完的钱，7000多的钱。他非常坚持，他不用人类，他不用这个马林跟掠夺者，打死都不用。他的坦克把队友清掉，他就没戏了。不过他在这边盖了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他终于想到要盖兵营了。7、啊、不对，6兵营。他现在还是非常的有钱的，我就把这个闪光光呢，这边行星要塞连枪兵都没办法打，只有坦克能这样打。这时候我一直在等他喊 GG 啊，可他没有喊，那就表示还有戏。同时我也发现他这个造的这个，实际上在这个哇，反应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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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个反应炉，各位观众，第七个兵营 ，VF 成功的撤退到这边了。9000多的金钱，1400多瓦斯，他准备要海大票大票的人类，大票大票的那个机枪兵来跟我对决。是他妈机枪兵！我独自在跟这些 NCV 奋战，我打你修，我打你修，这是一个演不完的戏码。那这时候主战场应该是在右上角，那我的兵力也全部都放在右上角。那从头到尾呢，我就是靠这两个矿过活，我一直没有时间出去开矿。这时候呢，变态的他想要继续占矿，这叫我。哦，他卡农民，可不可以卡生产上线？应该在下兵营的同时下这个。枪兵出来进行一波攻击，不过他的枪兵没有任何的科技，没有打针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医疗艇，不过我也没有。这时候他能不能做雷神呢？不行，他要盖 VA， 他也没有做医疗艇，不过他这行星要塞快被打爆了，打了30年终于快爆了。然后你看看这个 NCV 维修的速度多么的快。一次出诊呢，小兵有高达的手，
12只小兵，12只马，但是他点掉了坦克，枪兵打不过，快回来，快回家！啊，这时候他投降，他发现这样僵持下去对他没有帮助。我很惨烈的用了两个矿打赢了这个 Heavy Mag 部队，那他太过于坚持，没有辅雷神辅其他枪兵，那其实机械流应该要辅枪兵或者掠夺者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